鞋子不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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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都不是什么吗？他们要去练球，待会。他们要练球。对啊。吃饭已经坐在请假，你这样跟我一起。要。等一下结算吧。哎，我问一下，我问一下。你要夜训吗？这姐姐这。对啊。没有，他就肥肉。八块，给你付钱啊。给我去啊。他们有女朋友。采访一下，采访一下，这个姐姐这吗？啊！没有没有没有，不是要不能这样问，要这样问。这个姐姐如果当你女朋友好不好？啊！啊被拒绝了，拒绝你了，电话拒绝了。被打下了。这样不行，他今天生日，你就这样子送他这个礼物。他今天生日，没有。祝你生日快乐。唱一下，啊、你要唱啊！还没开启之前，要唱啥？他们两个比较会撩，不会。但是女生通常都喜欢你这种。秀一个，秀一个，秀一个。不用。你想秀什么？怎么秀？你看现在所有的那个摄影师都看着你，没有，没有。那你来呀？那你来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喂、哎！哎看一下，有什么？哇、哦！爱谁？他前女友。叫什么名字啊？刘继山。什么景？我要叫什么景？你过来，我看呐、啊。你过来。有。有、欸，叫过来。别动。啊，我知道是谁的啦。谁？叫什么名字？胡思景。啊！我整村那个开车的时候打叫胡思景。李恩在这里。不认识他，不认识他，就尊大叫啊！整个星辰这样叫，我们等下去那里长室广播好了。我也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。你已经算不打得不好。对。来说一下给他看看。哎呦，我小时候还不会这些东西耶。我一年级就会站着。我以为这边小朋友是很淳朴的，我错了。